今天晚上一路到礼拜三的这段期间，就是十号的这段期间，通通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。北部东半部呢是越往基隆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跟比较偏宜兰地区靠呢，降雨就会比起其他地方来的高一点。但这个雨跟昨天封面过去的这种大雨相比的话，是比较缓和的，比较属于多云啊，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小飘雨，甚至下小雨。那至于温度表现上呢，因为近期的冷空气都不是非常的明显，北台湾的高温大概是在18到21度这范围，中南部、东部、东南部影响是比较小，都还是有来到差不多26度以上。